上一年的主演，叫他黄志瑜来了，特别火的一位艺人，颜值超高。往这看，这里谁这边？这里前边。中间，中间，中间。这边，这边。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这边，中间。看这边。再看一眼左边。哈哈哈哈哈。这几位都，注意稍微给你侧一点啊，同学。一会儿他会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有一位的请假，谁给你？哎，旁边的人。而且今天我们有好多的粉丝都在。景瑜采访。景瑜，景瑜采访，采访，采访，采访。景瑜。那边。对，把麦。从。好了，要接受采访了。有没有很帅？是不是很帅？稍微往后一点吧，稍微往后一点。收到很多很多信息啊，看一下。有很多话会让你很暖心嘛，会让你注意身体啊什么的，而且他们又会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看我，我也很感动。困扰都没有啊，大家喜欢我，困扰谈不上。这个暂时还不知道。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，如果有确定的消息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说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签约的公司。最近可能大家工作都比较忙嘛，所以见面的机会比较少。因为平时我在上海，他在北京，所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会在一起吃饭啊什么的。对对对，我会帮他全力帮他宣传的。期待的角色啊，还是希望适合自己的吧。适合外貌啊，性格都比较适合自己的。扮丑，如果大家需要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的。这些都没有确定下来，我现在也不清楚。这个要看缘分啊，看我们以后有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在一起出现在荧幕上。谢谢。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采访麦的声音很小声，因为现场很嘈杂，然后采访麦的收音是单声道的，所以可能只有一个耳朵声音会大一些。好，现在是你们喜欢的另一位。